传统建筑的石材。技艺雅酒。回顾清代垦殖北台湾时期，曾经蔚为当地主要的建筑石材。关于基砾暗石，地质是属于细砂岩类，其成分为石英和砂岩。由于石材本身直腻且坚硬而又耐高温，故从清末台北府开城以来，成为重要的建材来源。至于基砾暗一词为产地名，来自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，其地理范围约今台北市北投区利农里和东华里。在过去垦荒建设的时代中，一度造就当地繁荣的采石产业。